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《莲生活佛讲密宗道次第广论》。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，莲生活佛谈到，密教的修行是主张不断欲的修行，也就是把贪欲变成是修行的助缘。那么要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？我们赶快来聆听莲生活佛的开示。这里有一段，这个翻开来，第十四页，以诸意尘依四类贪所生欢喜为道助缘啊，这一段话就是一个注解，利用贪道去修行，就是以诸意尘依四类贪所生欢喜为道助缘。这四种贪呢、他也写得很奇怪。第一种是笑啊，这个笑也是一种的贪。那么第二种是视，眼睛跟眼睛看，也是一种贪。第三种是握手啊，握手是一种贪。那么他写的这个等只写到笑视握手这三种贪，其实第四种贪是抱啊，拥抱啊，拥抱也是一种贪。他写等其实是拥抱，这四序就是这样子。人有这四种贪，你相信不相信？啊，你们不相信，我相信。这能够引起这个贪欲的，从笑跟视里面都会产生啊。这个弟子跟弟子之间，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弟子会感觉到说奇怪，另外一个男的弟子怎么看我的这个眼神呢？啊，跟一般的眼神不同，而且深情款款。深情款款，眼睛一看到了，就像那个苍蝇粘到一样啊，他不会放的，他不放的。深情款款是怎么看法？我不太清楚。反正两个眼睛盯着就不放，就盯在这里啊，他移到哪里就是看到哪里，移到哪里就看到哪里，这样，大概是这样子吧。总之，那个可以讲。一般人的眼睛啊，是眼睛，他不是的。他看到那个眼睛以后，就好像那个眼睛里面像一个符，一个很深很深的符。然后这样一看一眼呢、这个人就掉到那个符里面了，就嘣，就沉到符底，他就引了很多的符水。就扶不起来，就这样死定了。大概就是这样子嘛，这叫深情款款的那一种眼神。这个感情啊，是一种贪婪，是一种欲望的。笑也会引起的，视也会引起的。再讲第三种，这个握手。我以前讲过，有一次我跟我的高中女朋友去看电影啊，那个看电影是坐那个三轮车啊，以前在高雄啊，从大港埠啊坐到盐城区的电力公司去看电影，那个电影是露天的，电力公司里面演电影，他派那个三轮车来载我们，那个沙莲啊。三轮车不是那个人力踩的那一种三轮车，是一种好像有点像吉普车的那一种的三轮车，那一种车子，那很窄，这两排位置挤了很多人，刚好我那个女朋友刚好坐我对面，那我也坐前面，那刚好坐得很挤，就脚就碰着脚，这脚一碰着脚就不得了啊，你不晓得这个皮肤是有感觉的，
那一种脚碰着脚的那一种微妙的那一种感觉，是一辈子不能忘的，一辈子也忘不了了。你想想看，小学时候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啊，那个是坐在那个三轮车里面呢、哦，就是台湾电力公司在盐城区的那个公司里面啊，放演露天电影。那么我们住在那个大港部的宿舍，那么从那边就有交通车来载我们去。他刚好也去要去看电影了嘛，就刚好坐对面，就是轻轻碰一下就不得了。握手也是的、哦。啊，握手也是的，握手是很厉害的、哦。这应该是握手散步吧、啊、握手去散步，这个也是一种贪婪。稍微碰一下它就很敏感了。只要升起的贪婪的心呢，碰一下都不行的。啊，碰一下它那种感觉就是非常微妙的。所以笑一下，看一下，握一下手，最后的这个最厉害的，那个抱，拥抱是最厉害的。啊，这个是一种触，就是一种触觉，那是最厉害的。那个全身的啊皮肤通通都会变化的，全身皮肤通通都变化的。所以这是一种贪婪。密教里面有一种有贪婪的金刚啊，就是这一尊爱染明王。爱染明王叫什么名字？叫爱染，喜欢，贪婪，就是爱染明王。所以他是属于一个，好像是说，等于是就是和合神，你们不要随便给他献哈达。你们不要随便给他献哈达的，你给他献哈达，那么写上你希望你愿意去贪染的那个名字，放在他的左右手，男左女右，男的你放在左手，女的放在右手，写他的名字放在右手，给他献哈达，献供养，请他喝酒，他就会帮你。所以以前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他没有婚姻，那么给他献上一个哈达，哇，他马上就结婚了。所以另外有一个比丘尼，啊，他也给他献上一个哈达，啊，挂在他脖子上，我就跟他讲，赶快去跟他讲，否则他给你婚姻你就还俗了。爱染明王不可以随便献哈达了，他是喜爱贪染的明王，叫爱染明王。所以修爱染明王法，很快产生敬爱，啊，很快产生敬爱，产生喜爱贪染的这一种心。这是密教的一种修行，比较特殊一点，比较特殊一点。贪欲是世俗人的习性，我们要如何做才能对治并且超越这些习性呢？我们赶快来聆听莲生活佛的开示。密教的修行啊，它是一种方便，所以称为方便胜，就是不要去阻止你的这一种贪欲，顺着你的贪欲
然后给他超越，这一种修行是不同，是不同于一般的这个波罗蜜多僧。但是这一种修行啊，比较自然化，比较自然化。但是也不一定所有修密教的人啊，都修这一种，好像是说不断欲望的这一种修行，不是的。啊，祖师这个宗喀巴，黄教的祖师宗喀巴，他就是一个出家的比丘，他过清净的生活，他完全就是单人修的，他没有道伴，不用方便胜的，所以他是断爱欲的那一种修行。这里面呢，他是这样子讲，虽然有人这样子讲啊，啊，密教是不断爱欲的去修行，那么波罗蜜多僧是断爱欲的修行，虽然有人是这样子讲，但是这个宗喀巴祖师他这样子讲，众圣所化已有众多以诸欲尘断贪爱故，修密教的这个众圣啊，也有很多人他是去断掉这个爱欲的去修行，包括宗喀巴祖师啊，他本人是完全过清净的比丘生活的，所以啊，密教里面在黄教他的戒律是比较严，他的戒比较严，在红教他戒律就比较松，那么黄教他是属于比较重视戒律的，所以他戒律比较严格。一般来讲，这个有两个教他戒律比较严，黄教跟白教的戒律比较严，那红教跟花教的戒律比较松，那么白教跟黄教是比较断爱欲的修行，花教跟红教是比较不断爱欲的修行。啊，这是比较上来说的，所以密教里面不一定是不断爱欲的，也有断爱欲的修行，便不是完全不断的。那么这个也可以称为道伴的，因为啊，讲一句简单的话，像以前我去上教堂，去过修行的生活，信仰基督修行的生活，是因为有贪染才要去的，是因为啊，你想要你喜欢的在那里，所以你才去的，你不喜欢的你不会去的，所以那也变成一个方便的助缘，一种助缘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个像财神法，密教的财神法是有贪染，但是因为你的贪婪，你需要金钱，所以密教里面有财神法，教你修财神法，是先让你有贪婪，以后他再教你超越。啊，这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，不能讲说这个就不是修行的方法。所以这个是依四类贪所生欢喜为道助缘。那么在你超越的时候啊，你单独在修的时候，你在禅定里面呢，所产生的，严格讲起来也算是一种贪婪哦。你看，若以由修彼道生胜乐心花妙喜，
若以由修彼道，生生胜乐，心花妙行。我们在禅定的时候啊，是会产生胜乐，也会产生妙喜的。这一段里面讲的，这个瑜伽论里面讲的，一切初得三摩他者，戒先发生，生喜堪能，由彼引生，生亲安思，其身遍其广大安乐，次由彼力心花妙喜，由于此故，心以所言极静而住。此以内外三摩他上戒所共有。这一段话的意思很清楚，但是并没有讲解里面的这个道理。这里面呢，有生喜堪能。你在入定的时候啊，入禅定的时候啊，你身体产生的气息的这一种作为，会产生胜乐跟妙喜的。我以前在书上写过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。为什么禅定会产生很大的这一种炙热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那个气息啊，在通脉的时候啊，那种气跟脉互相摩擦所产生出来的那一种身心的快乐，那个就是妙喜，也就是胜乐，无上的胜乐，这是禅定的快乐。你假如能够产生禅定的快乐，你也是一种贪婪，应该讲起来是一种贪婪。啊，以前我把这个写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专门批评我的人就笑，他说：“卢生燕，你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？百步笑五十步吗？”你说男女之间的快乐，跟你身心引发自己一个人引发的快乐，还不是一样，都是贪婪吗？这讲的也有道理啊！啊，男女之间呢、啊，他这个笑啊、视啊、握手啊、这个拥抱啊，都会产生快乐的。但是你自己在这个禅定的时候啊，你也会产生快乐，那还不是同样都是贪婪啊？他笑我是同样贪婪，但是我是这样子讲啊，我说我一个人身心引发的快乐啊，不会出毛病的，不会出毛病啊，是不会出毛病嘛，对不对？你两个人引发的快乐就会出毛病了、啊。你说是不是？一个人生在那边打坐所引发的快乐，没有毛病的。那同样都是贪婪，这里面的意思也是这样子讲啊。啊，其实同样都是贪婪，但是它有益处的，也有它的益处在里面。什么益处？因为啊，你这个产生了这个胜乐跟妙喜，你因为这个缘呢、啊，胜乐跟妙喜，你的信心呢、啊，你的信心跟你这个修行的这种力量，就会更坚固、更稳定啊！因为你我们一般的佛家在讲，佛教在讲，当你禅定呢、啊，会禅定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清安，他只是讲清安。什么是清安？我以前讲了哦，身体很清啊，很平安啊，这个只是一种心灵上的感觉。在密教的这一种产生的妙喜跟胜乐，
就是因为你的气在通行脉的时候产生摩擦的那一种快乐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你会信心非常的坚固，你会很稳很坚固的再去修行，这个就是一种助缘，虽然是贪婪啊，但是也是一种助缘。这道理就是在这里。宗喀巴祖师讲，这个不管你是不断欲望的修行，还是断掉欲望的修行，都不能构成这个咒圣跟波罗蜜多圣两者的这一种，好像是说分别。讲起来，咒圣里面也一样有断了欲望的修行。那么学波罗蜜多圣一定要断欲望的，咒圣里面虽然有不断欲望的修行，但是也有断欲望的修行，不能构成这个两者的这一种分别。所以宗喀巴祖师他也是这一段呢，也是在谈咒圣跟波罗蜜多圣的这个。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，我这样子解释差不多都可以这个清楚明白，我不这样子解释很难的，你们看这里面的文字啊，都是很深奥难解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Om Mani Padme Hum。在今天的密法小学堂的这个单元里面呢，我们再度为大家邀请到这位贵宾，是台北中观堂的释莲月金刚上师。我们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。上师您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上师，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呢，已经为观众朋友介绍了密教这首的五戒当中的前面四个戒律，最后一个讲的是不饮酒，是指说密教的行者佛教徒不能喝酒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的，在这个戒里面呢，莲生活佛有开戒，他说如果呢我们是为了身体的需要，每天喝一点点的小酒，或者是在食物里面呢加酒下去煮啊，煮食啊，那么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我们饮酒到醉，那么这个就是犯戒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五戒当中为什么把饮酒戒列为一个很重要的戒律呢？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心性沉迷。其实心性沉迷不仅是饮酒，包括毒品，包括电动玩具，都是让我们心性沉迷的哦。所以这些如果沉迷一样算是犯戒。是的。原来如此。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，要送给大家的是密宗道次第广论的修行笔记，您在看节目当中所有的心得都可以写在里面，同时这是全新第二季的全新内容，有莲生活佛开示的实录，另外我们还要加赠的是这一本真佛宗密乘戒律，同时也要送给您打电话进来这两本免费的送给大家。今天非常感恩释莲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，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，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。阿弥陀佛。